鸿迅捷 HJ807 遥控右耳船，可水上机油航行，打窝头饵料。右耳船拥有拉绳拖网的附属功能，将渔网线头放入开启的料舱中，在关闭夹住后，玩家可控制船体向目的地位置前进，同时边放出整理好的渔网，让船体完成水上撒网。将钓鱼鱼线放入料舱中夹住，遥控右耳船航行到目的地，玩家还可轻松体验远程钓鱼的乐趣。鸿迅捷 HJ807 遥控右耳船。